点亮，点到你心内面爱的火，和这个爱的火会当带转去你的厝内，来和你的厝内人有温暖、有光明。请问你的厝内今日有温暖、有光明？啊，你的子孙有大家来信耶稣？新芒的子孙有真多，还无信主的举手给我看。还无信耶稣的子孙，还无信耶稣的举手给我看。无啊，啊无啊，阿伯无，阿伯白头毛阿伯无，哇！你子孙信耶稣的阿伯白头毛阿伯，拢当信个了。无安怎无举手？我叫你举手，你就举手嘛。是无所理啊，就爱你半年无变啦吼。好健康是爱你半年啦吼，就无叫举就袂举好，就放下。其实。咱拢知影，就算讲亲像我是基督教，我是第三代基督徒，啊，我的囡仔第四代，但是伫我的亲戚朋友内面，是不是拢有信耶稣？嘛嘛有诶，搁是有诶是信了搁离开，啊有诶无信了耶稣嘛是有，啊不是特别承认，这是事实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诶人是真诶是信主，然后伊离开主，就坐在道灯黑暗内面，吼、哦。唔是拢总无光咧，有啦，有时有淡薄光啦，吼，淡薄安尼，化啊倒咧，啊再个要熄个，啊倒咧，啊再要化个，安尼款啦，吼。什么时阵我甲你讲，你若离开上帝，离开耶稣，啊你会好，就慢慢就要冷，就要化个。真诶，你的人，你的心就这样离开上帝，无怪你的面本是乌乌暗暗诶，未光明啊。求主帮助咱，予咱只较紧来亲近上帝。我有时甲老人、老前辈讲：，啊，你即阵阁莫较紧来亲近上帝，你阁等第时，阁有偌侪日子予咱去通亲近上帝？你讲，孩子们，麻烦艰苦，拢袂影响着咱来亲近上帝。阁较麻烦，阁较艰苦，咱准备来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是哦。早起我来的时阵吼，啊，咱迄、那个、咱迄个姊妹，啊，伊车趴伫我头前啊，吼，你妈妈吼，是你阿妈妈，即穿粉红色的坐轮椅的，哎，这是你妈妈啊，啊，早起你车趴伫我头前啊，啊，知无？啊，你扶你妈妈落来吼，是不是吼？啊，我你讲吼，我呢一日啊，我无烦的，感谢主，我无烦的，但是我看这个规个过程的时阵，我心内真感动。感动伫倒落，这个老人，伊虽然无方便，但是伊犹原礼拜日的时阵，伊坚持要来亲近主。伊犹原愿意来亲近主。伊若无坚持，若无愿意，伊个查某囝安怎变伊本模样，对不对吼？就是伊有一个心要来亲近主。虽然我袂惊，真麻烦人要到无机无路。但是我愿意亲近主，因为我知影亲近主，我就得到主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！哎，姊妹，你着爱有安尼款的心，你爱甲这个姊妹牵起，甲伊学习。把你就算讲我袂惊，要叫阮囝甲我倒来，阿妹。你若卖倒来，不要紧，你卖倒你祈祷，上帝派天使来甲你倒。哈利路亚！啊，你着无祈祷，你着先祈祷先。啊！未发生嘅代志先祈祷，哈利路亚哈！来，咱阁看落去，歹势，爱结束了。人嘅灵是耶和华嘅灵，这是有影。所以咱每一个人嘅心内，拢有主甲咱同在。啊，虽然咱有咱即个灯会花去，但是主会保守咱，会予咱会通，搁再点灯。伫世间为主做光，伫厝内为主做光，伫教会内面本会使为主来做光。但是有影，今仔日真侪人的血已经暗去了，包括基督徒。你若无亲近上帝，你就是亲近世界；你若无亲近上帝，你就是亲近魔鬼。所以，只古早的哲学家讲，你是本就要点灯来找人。为甚物？因为念你是本是黑暗的。但是你今日看到是讲啊，你是也无黑暗。但是最近的天吼，拢安尼暗暗乎乎啊，你看呐。我感觉吼，迄个是对咱一个基督徒一个真好的提醒，毋是讲干那臭分泌尔，是你的性命内面本是安尼未清未楚。基督徒的性命本是未清未楚，干那迄个天安尼呼呼暗暗安尼款，对不对？
哦，你要看到白日蓝白白日蓝诶白白日蓝色嘅云咯，爱看到无？迄款嘅日子较好，对不对？对咱是健康嘅。啊，迄款雾雾嘅日子，哎呦，啊，咱呼吸啊，身体受伤害，啊，连狗屁都本会死，莫讲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即款嘅日子咱卖，咱对大自然，咱感受会到，即个无正常嘅，即个对咱无好嘅。但是咱的内面的迄个脸，咱无安尼拍开，咱无安尼看到，真可惜啊！假讲，因为因虽然知影是上帝，却无将当上帝的恩当作上帝的邀伊，也无感谢伊，因的思念变作浮光，无底的心就昏暗了。家己掠做聪明，反转成做浮光。就出里面来，咱搁看落去来，时间真正安了，伊无切煞。伊无切边，人若是迄个粉安尼磨出来，伊就切开花，也是煮无煮继续的点亮咱生命的亮光，点亮生命的火。来，搁看落去来。即是讲到一段圣经，讲到有一个人破病38年，真可怜代。每一摆，当伊看到迄水咧震动，伊要落去时，总是有人比伊较紧抢落去。所以，我会落去池内面的人比较好，但是伊伫遐，圣经讲啥物？伊38年的，伊看到希望，当伊要爬到迄道时，压着人比伊较紧，结果无去了。但你是安尼款，但你计是安尼款，偌久？38年，一直到有一日，耶稣去到迄个所在。耶稣问伊一句话：“你爱得到好未？”今日耶稣问是爱问你一句话：“你爱得到好未？”孩子们，当你若是讲主啊，我要得到好的时阵，你就搁再得到希望，你的迄、那个被花的火搁再点燃起来，你的生命内面搁再得到希望了。阿弥陀佛，明白无？好，咱搁看最后一个撒来。最后一个撒瑪利亞的婦人也是這樣，在他的生命裡面他也是未得到滿足，就像一個好好花的這樣，每一年看到哎呦這個是我的哇未來的白馬王子，就跟高音了，還不對撒拉又再換一個，換幾個，換六個，第六個是不是第二個也不知道，在他的生命裡面他是充滿恩嗎？然後又再失望，就是跟他好好花的伊直到伊拄到耶稣，啊，卖创啥啦？是讲伊甲耶稣交谊，唔是这个意思。伊拄到耶稣的时阵，耶稣收属于生命的活水，啊，无想了嘞，啊，伊真正找到迄个恩望了，原来真正会满足咱人生的哦，唔是对人来的，真正会满足咱人生的，是对主来的。阿门。最后咱看见，这个行甘霖受了的富人，也是安尼款，哦。第一来讲，哇，吃力，啊，做安尼衰，今日予人抓着，吼、哦，抓着了，做人抓着这个做沙拉的富人，到主耶稣的面头前，啊，然后大家人讲，你看，照咱的法律就是讲，啊，你管犯多犯奸淫的罪的富人，一定要用石头钉坏死。主耶稣当时伫咧涂骹咧写字，主耶稣无讲声，主耶稣咧写字。写什么字咱唔知，但是咱只有知影一项代志。主耶稣站起来，然后主耶稣讲：恁中间什么人无罪，恁先用石头头顶。结果呢，圣经讲什么？就对老到细一个一个就抓出去了。因为什么人无罪，什么人无做啥啦？你有做啥啦？我嘛有做啥啦？你不伫黑暗内面，我嘛不伫黑暗。咱全家拢伫黑暗的内面，也是主今日把咱救出来，主会把咱救出来。主最后甲这个妇人讲：，回去，唔通搁再犯罪了。今日主嘛是要甲你讲：，回去，唔通搁再犯罪了，唔通搁再伫黑暗内面了，你就要行出来，因为主爱你，主无欺骗，主要医治。准备下面三个祈祷，我天大的天父，怜悯我的主，早起这边的道理，
当然真相信是主你要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讲的。每一个人拢有困难，每一个人拢有需要，每一个人拢有放袂落的代志，每一个人拢有受伤害，每一个人拢伫黑暗的内面，或者即阵阁是伫黑暗的内面。主啊，你无爱阮继续过安尼款的日子。你讲压伤的芦苇，你无压制，将要无去的火，你不要切开边，你无可以化去。你就是安尼款的爱阮，怜悯阮，要来帮助阮，要来医治阮，要来救阮。主啊，让阮愿意伸出阮的手，拍开阮的心，甲你讲，主啊，阮需要你。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让我对黑暗内面走出来，求你让我赢过你的伤害，赢过各款的伤害。因为主你家己讲，你的悲伤要让我得到医治。所以伫阮的中间，若有兄弟姊妹心灵有痛苦、有压伤、有伤害，这个时阵是一个真好的时阵，你甲主讲，主啊，你提起我的伤害，提起我的需要，提起我的面对，主要医治你，主要帮助你，安尼祈祷，奉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